林姓驾驶人驾驶自小客车，沿宝南二街内侧快车道至事故地点时，以二方陈姓学生手骑脚踏车及三方梁姓行人发生碰撞而肇事，造成二方脚踏车车头受损，三方行人全身多处伤，送国军高雄总医院急救。所有当事人经酒测都没有酒精反应，驾驶人疑似违反号志管制，脚踏车及行人目前没有明确的肇事责任。